所以你正眼瞧一下人家好不好？最夸张，最夸张。太危险了！喂！遇过最夸张的行径，我肯定有把我贝贝撕烂。贝贝，小贝贝。对。哇，这怎么该死？他为什么要把它撕烂？因为我把鸡骨头丢到他衣橱里。为什么是鸡骨头？不知道，那时候不知道吵架吵到什么，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后就把我贝贝的海鲜整个撕撕烂嘞！嘎！你没有生气啊？我很生气啊！我气炸了。就之前有一次，你还记得他在开车，然后你坐副驾，然后他倒车的时候手搭在副驾，你翻了一个白眼。翻白眼。没有，微妙的嘴角抽蓄一下。你怎么看待男生做这件事情的？好像有点太多。不是啊，这是我爸教我的。可是不用这样也看得到吧？这好帅。我吵过最凶的是把整个家里弄到超级爆肝乱，这样摔东西我会看。我吵架摔过价值最高的东西是鸡排。鸡排还好，我才咬两口哎。学员根本就是在反映我学院。我跟你讲，我会跟我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英雄学院的电影，大家一起去看。你那群朋友有我认识的人吗？没有，是我带的。那就好，不然我要删很多人。你的听着可以借我划一下。我划完了，就是他有上线啊，他有上线，他有上线啊，鼓励你氪金啊，因为氪金就是 like 无限。你要不要付个费？我不想花钱，还是等听着业配。我希望可以变成一个冠名节目。你是不是有买过黄金？我没有没有，你知道谁买过吗？李国伟，李国伟买过。他是说他不小心用到的，但我不相信，我也是不相信。他那天就是手就一直这样，狂划。他说他要退费，然后趁退费前赶快把它划完。对。热爆！从内湖坐捷运到新店，看这多久吗？白痴，我要踩什么天鹅船？你先把开后车厢一下。妈，哎，这群蛮好坐的。台湾风港，你要不要破影片？他妈热死我了！刚来台北开车超不习惯，台北的学习曲线最高，但是他高架那个很不想开上去。你上过最扯的是什么？你说女生吗？不是。哎，唯一唯一，不要吵，不准发出任何声音。森林会开，森林会说，我开，因为我不信任你们所有的人，我就赌他会讲这句。如果没有嘞，我就不会剪这一段。我觉得一群男生跟一群女生，绝对是一群男生好玩。真的吗？绝对是，三个女生约你，跟三个男生约你，同等要好度，你会去哪一边？三个男生我跟三个女生我，你会想要跟？你也太急了。我虽然心太急，更害怕错过你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才面对流言蜚语。否认你的错，输了你的承诺，输了。太晃了吧！哎，你们看是海耶！干，不要拍啊！大家不要拍啦！操，这个蓝天，这个海，配上不合群的人们。放那边。你现在如果交一个女朋友，是不是就要结婚啊？不一定吧，随便啊，不结也没差、啊，什么状况我都可以接受吧。完全是 open mind。但我觉得我妈的话会受不了。他们有想抱小孩啊？我敢狂讲呢、欸！我这辈子没被讲过这种话。好好，因为我家是封闭的华人典型家庭，不聊爱，不聊性，性很难聊啊。我觉得我有极度想跟我爸聊，但我讲不出来。所以我就觉得我很讨厌这样。因为它导致了我的个性，就例如说我不会跟人拥抱，我不会勾肩搭背，我不喜欢跟朋友有过多的身体接触。那就多抱啊，多抱又习惯啊。来来来。